好，我们谢谢少卿今天用生命的服侍，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阿们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与我们所立的彩虹之约，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纵使我们在地上有劳苦、有重担、有忧虑，我们都可以到你面前来，将所有的劳苦、重担都卸在你的脚前。因着十字架上的爱，我们都得赦免。神啊，我们是何等的有福，我们是你的子女。主耶稣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在此刻，在主日的清晨，我们来到这里要聆听你的话语。神啊，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开启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在这里与你相遇。神啊，你的圣灵要与我们同在，光照今天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姐妹。因你所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主啊，你要医治我们在这里每一位受伤的心灵，因着你的宝血要厚厚遮盖洁净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。因为你是我们的神，你要拯救我们，你是我们的上帝。因为你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让我们得以到你的面前来。主耶稣，我们要谢谢你，感谢你是如此爱我们。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。来，我们一起来读主祷文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我们今天因为牧师等一下在三楼还有服侍，他刚好特别跟我们提到他待会要到松溪去指挥，所以我们今天的程序会有一点调整，我们把奉献调到前面来。所以我们请我们今天我们的少契负责奉献的同工准备，我们要先开始来收奉献。